欢迎大家收听动漫废物电台啊！呢、这个星期四晚录音，以前就是直播，而家就录音，咁就星期四晚录嘅系。几耐之前？吉布新翻，我已经唔记得咗，原来好耐啦，系嘛？有直播，原来有直播系嘛？即系而家变咗，竟然原来有直播，系以前系好耐有直播一段好长时间嘅。好耐以前。咁就星期四嘅，咁我哋冇改过时间嘅，但系就。冇咗直播嘛，因为就放出嚟嗰下可能就星期五啦，咁样即系如果你星期四上嚟揾唔到节目嘅话咧，我通常都应该喺 Facebook 嗰度通知大家嘅。系啦，咁就系咯，星期五就一定星期五就一定有噶啦。星期五但系星期五就听我哋直播，听完直播就再听煲新番咯。系啊，可以啊。系啊，咁样咯，系、嗯、有啲 YouTube 你等到嘅，应该星期六都有噶啦。系啦，冇错。系啦，咁就多多支持啦，咁样大家。总之我每个礼拜尾嘅 schedule 都好稳定嘅，即系我今晚就通常都系攞嚟录音，跟住听晚通常就系攞嚟搞嗰啲嘢嘅。嗯，除非我系咁啱可能行开行埋。出咗去啊，咁样啦，系咁就会通知大家噶嘛，系啦，所以就 OK 嘅。我连去旅行我都会做呢啲咁嘅。咁我去旅行咧就睇情况咧，成日我唔而家我冇事唔得闲剪嘅啫。系 OK 啦。咁今个礼拜首先讲咗啲同新闻完全冇拉更嘅嘢。好啊，同埋发表会，Apple 发表会咁我点样？电话嘅新番啦。电话系算唔算成啦？一年一度嘅，一年一度嘅，仲有啲四年一度嘅，系、啦，一度咩？春秋二制噶啦，一年一度 ，iPhone 一年 ，iPhone 系 iPhone 一年一度，系同埋啲个三月定四月个制真系闹卵杂到，唔关系嘅。咁你佢只要因为佢总咁嗰只 Apple 真系太离谱。Apple 通常佢主力都系年尾嘅，因为咁样接啊嘛。唔系，同埋你好难强，好难一间公司两季都有好嘢噶，咁好密喎嚟得佢啲好。通常咧，第一通常咧就九月十月就会有两个 event 嘅，即系话理论上十月仲会有多个发布会，咁冇意外。以今時今日，即係啲咩機嘅更新咁遲緩，或者係就咁喺個網度更新咗就算，冇話邊度話咩機，因為邊係咩機嘅，係咯，咁佢咪就係好冇嘢，可能係定到 iPad 㗎，唔出奇㗎依樣嘢，你只係睇下佢快，唔知啦，好驚咩 iPad 啫嘛，而家 iPad 可能有更新又唔知佢啦。因为呢样嘢唔紧要，系因为佢点，因为通常佢同埋佢 A 十唔系快过 A 九太多，我觉得应该咁快出咯。唔知啦，咁嗱，咁再讲下啲嗱，今次发表嗱，一嚟就重点，唔好拖时间。iPhone 七，这是七，唔会爆炸嘅，唔会爆炸，就是七，这就是唔系出香港 iPhone 七 ，This is seven， 啲 seven 啊嘛 ，This is seven， 放心啦，就是七，唔会碌七咁爆炸嘅，即系唔碌七嘅，唔系碌七嘅七。咁今次呢主要賣點一就是七啦，你問取消咗3.5 寸嘅耳機頭，就全唔該請用Lightning 頭嘅耳機線，耳機或者轉接器或者藍牙耳機，或者用轉或者 Lightning 線轉 Lightning 線播 app 或者播 M 係啦，即係應該市面上係會有大量嘅分拆會提供㗎啦，我相信但係依樣唔使講。好老实讲，你用 iPhone， 你用分拆系咪真系咪充电啲咧？讲真，你充电时期其实唉算啦，因为其实通常你用即系你买部咁新嘅机，但系你又用个好新嘅，用个好靓嘅耳筒，但系你搏住嗰嚿嘢系咁样陀手能脚，真系。不过其实我已经好耐冇用，即系相当之我好少，我部 iPhone 好少用耳，好少用有线，通常都蓝牙算数。咁而家好咗好多嘅，依蓝牙系方便咗嘅，同埋多，其实最主要系多选择同埋平咗嘛。几样嘢啦，我咧成日 3.5 寸个头咧，就可能系坐得多啊，咁屈下，一系就屈坏个耳筒，一系就屈坏嗰个头。咁即系上次用完最后嗰个耳筒，我都决定放弃啦。其实有线耳筒好容易会有一边冇声嘅，突然间。系啊，我通常都系有 hand free 嘅右边有声咯，然后冇 hand free 嘅左边就冇声咯。我起码有六至七个耳筒系咁啦，好正常啦、啊，通常系咁啦。你啲充电线咁，所以我受够噶啦，我受够 3.5 寸嘅、正如。即充电线都好容易会断啊，定系点样？充电线通常都系个教位嗰度烂咯。
我通常都要攞个上面，通常要攞普通胶纸。原装诶、原装件事好有用嘅，但系通常我都会买，我自己都会买出面啲副厂线，啲加强咗防硬路嘅防副厂线。通常都要黐住佢嘅，或者啲尼龙都莫名屈雪屈到里面。但系又调翻转讲，佢原装嗰条线啊，真系襟插好多嘅，就算烂融融咁样咧，起码都俾你用到三年嘅。啊、嗯，哦，其实断咗都有烂融融都仲用得好耐、啊、都用到噶。嗱、啊，继续讲翻先。首先就今次，首先就取消咗啦，呢个最重要。第二就系、是、今次加咗今次加咗钢琴黑同埋磨砂黑两种。系咁肉同埋佢有冇太空灰噶？话说好似唔系好讲，好似取消冇啊，冇太空灰，冇太空灰。而家系银金色、金银、black rose。同埋玫瑰金、新用 silver 系啦，五种系啊，五只色系啦。以前最俾人诟病得多嗰条天线咧，就改咗，等佢改咗喺个头上面，就冇咁难睇。然后就睇咗喇叭今次咧就唔系冇咁角眼，冇咁角眼咯。系啊，喇叭咧就以前咧就摆耳机度多个喇叭，同埋耳仔嘅位置咧都可以播音乐啦，即系自己变立体声喇叭。四个喇叭嘅、啊，即系唔系咪佢话而家先有 stereo 啊？系啊，真嘅。佢以前嗰、那个单声嘅，以前系以前应该系下低两个喇叭，但一个啫。你想两个一个啫，一个咋？一个一个咋 ？OK， 一个咋？即系以前系一个，而家系两个啦。严格系啦，系啊，而家两个系。跟住再加埋个 U 型嘅三个，跟住再加埋耳仔听电话个位置就三个啦。系啦，系可以。其实都唔系啲咩新颖嘅设计嚟嘅，不过而家就想佢以前隔中 TC 一路都有。相机方面咧，你唔好讲数到咁远，你唔好数到咁近啦。好以前好耐之前都有。相机咧就拍咧就加就变双镜头。不过 iPhone 以前冇，一个就系一个普通嘅，一个就诶双距离，即系话其实咧唔系变焦，而系。半焦转镜，转镜，转镜，即系有啲似Leica有一隻镜头咁样，咩廿四、五十、七十咧，佢嗰个唔系佢已经唔系叫变焦，即系唔系话手扭，而系三十五卡、五十卡、七十五嗰只。而且一啲人以为会系 3D 影 3D 嘛，唔系 Apple 唔玩呢咁嘅嘢噶。你 3D 影啲相都唔靓，唔系 Apple 唔玩呢，唔系呢啲嘢你唔嘥气嘅。唔系，但我系玩近专业级噶嘛。唔系咁好正常嘅啲人，你 expect 两个镜头系影 3D 相又系好正常。同埋今次加咗可唔可以今次有窝啦？有咩窝？有咩啊？影窝档啊，即系直出RAW 啊。哦 ，RAW file。RAW file 啊。OK。今次有埋啦。咁坦白讲，即系。即系佢大机有两个镜头，细机冇两个镜头，真系好简单，就系佢砌唔掂部机咯。佢两个镜头摆唔落去部细机度咯。咁、但系喂，今次呢个真系已经算系个 wow factor 嚟嘅咯。两个镜头以部机咁甩皮甩骨嘅情况嚟讲，咁即系用开细机嘅人，今次真系好。会觉得好唔吸引，好灰啊！真系好灰，俾人歧视同埋分化咗。系咯，同埋今次另一样嘢就系今次佢就因为佢做到IP 六七，即系防水防尘，防尘完全防尘。水方面，五公尺五米内三十分钟。即系话你跌落，一般嚟讲，你跌落水咗，你唔好浸太耐嘅话，系冇问题嘅，跌落泳池度。当然啦，你攞嚟潜水啊就唔得啦。但系一般嚟讲，你跌落马桶咧，喺佢话跌落个浴缸度咧，系冇问题嘅。即系我呢啲网络依存症咁严重嘅人，可以拎埋部电话入去冲凉。系啊，同埋个但系亦都咁讲，因为佢为咗防水水咧，以而家个控制咧就由以前嗰只可以揿落去，又真系揿咗落去咧，又变咗揿唔到落去啦。但系佢仍然做到类似佢 free touch 嘛 ，free touch 为佢类似MacBook 嗰只手感，即系一块角你揿落去揿落去感觉嘅，但系实际上佢嗰只揿落去嘅嗰只类似 3D touch 嘅 3D touch ID 唔系MacBook 唔系 MacBook 嗰只 touchpad 啊，佢 touchpad 其实一块角我揿落去，你其实你感觉到你手指感觉都系揿咗落去嘅 ，MacBook 系揿到落去噶，但系揿到轻轻，轻轻好轻咯，你系有啲感有手感。有手感嘅，咁唔同嘅呢玻璃嚟噶嘛呢块？咁但系因为佢要做到完全防水咧，佢就尽可能喺呢啲地方就尽可能即系封埋个罅位啊，封埋个罅位。但系佢若然系就咁系 touch 制，我
我比较中意多啲。但冇办法，但你要做到防。即系我宁愿佢冇埋嗰下弹弓我感觉咯，因为始终即系我用 iPhone 咁耐，我最惊就系个控制坏嘅。唔係，其實唔係，但係因為佢要 touch ID 嘛，有啲咩嘅，所以我用咗咁耐都唔用 touch ID 就係咁解。佢有啲分別嘅，我費事，真係第日佢壞撳得。唔係我咧撳我而家咁好嘅，而家佢本身而家取消咗物理上嘅控制咧。touch ID 就係你唔使撳落去噶嘛。唔係，佢而家就係我係咁撳個控制嘅時候，若然。个控制坏咗，我拎唔到去整。唔系佢而家咧就佢而家取消咗因为佢而家咧本身佢其实就冇咗物理上控制咧，其实襟用咗嘅。系啊，我系 buy 呢一样嘢嘅。系啦，佢系搵到啦，弹唔翻上嚟嘅话。I 唔系五米啊，我讲错咗。十五米。唔系 IP 六七咧，浸水嗰度咧最多一米，即系话如果你喺浴室啊、厕马桶啊，或者一般泳池咧冇问题嘅。泳池唔止一米嘅。如果你浅水啦，即系你当然唔好，你如果真系唔好带游水，但系。一般嚟讲，你浴室啊，尤其主要浴室同埋马桶，经常好呢、這个唔系呢件事唔系常好常见啦。去下厕所，突然一扯跌，成个跌咗仆声。我成周时又周时有啦。你洗你而家洗翻干净得啦嘛。但系问题就系你如果你以前一跌落你报销啦。即系而家你可以攞翻出去冲水，攞翻冲水系啦。算系几好嘅，咁即系最简单就系你有时落雨你唔使惊，你唔使咩避雨啊嘛。好啦，嗱咁价钱基本上唔使讲啦，反正都系咁贵。一样咪。第二就系、是、根基就今次就同佢一齐出嘅，唔系一齐出，迟啲啊十月出嘅就系 AirPod 无线嘅蓝牙耳机。外形咧就好似而家送随机送个耳机咁样，不剪咗条线，好核突，救命！睇外表就麻麻地，但系实际上要戴，实际上用过先知，因为 Apple 啲嘢有时你用过先知好唔好嘅。就咁睇啫，可能系有啲少少，应该重啲嘅，系啊，粗身大只少少啊咁样。要实际戴落去先知好唔好咯？你知，但如果你用而家条线就一般咯，即系而家呢个设计就真系松忽忽嘅，我觉得。嗰嚿咁嘅嘢都要千几蚊，我想讲咧，我第一刻睇嗰阵咧，我天生咁认为，我天生咁认为系送嘅，黐线算平啦，完全冇线蓝牙耳机，千二蚊想点啊？嗱普通嚟讲咧，几嚿水都有嘅，但系你有线嗰啲嘛？而家用咗几嚿，但如果你完全冇线嗰啲，唔止嘅价钱一千几蚊嘅要。应该我嗱我安桥二千几蚊添啊，安桥我唔嗱我唔系好 update， 但系挨住二千蚊嘅，挨住安桥只二千几添啊，仲挨住二千蚊系啊，讲真，但佢呢只系净系千头算平，净系 Apple 系嘅机先用到嘅，系啊，系嘅咩？唔知睇下到时先知，因为啦，佢嗰个冇 pairing 噶嘛，佢系。喂，唔知咩佢會 pop up 一個寫住 AirPod 跟住 connect 咁樣撳落去就咩㗎嘛。反正部機接 pair 到。總之你唔可以 pairing 落其他唔關事嘅嘢度囉。但暫時講係 Mac 機同埋 iOS device 囉。但呢個價錢嚟講絕對係可以接受嘅。千二蚊講真係完全冇線機藍牙耳機。挨住千尾㗎，出面似人樣都要。仲有啊，得兩個鐘頭咋。得兩個鐘頭咋，嗰啲仲要係兩個鐘頭電力㗎咋。你安全好似貴嘢去到成二千尾啊要。咁而家一千头五个钟头电力送埋用想点啊？呢、這个价钱合意正常啦，唔敢话佢系平，唔合理，但系绝对唔算贵。你咁讲两个钟又夸张咗，三四个钟。两个钟啊，两个钟，我见到最初嗰只我见过两个钟，顶佢肉费，好易塞咗嗰只咧。嗰啲好 cutting edge 嗰啲咪咁渣咯。第一，再同埋佢有支棒好啲嘅，因为支棒嘅话咧，带喺呢度咧多嚿电。你系多嚿电啦，同埋你好，你调要调节嘅。一粒耳塞嘅话，其实最容易唔见，即系出边嗰啲无线蓝牙耳机咧，即系粒耳塞咁样噶嘛，系好容易唔见。哦，嗰啲通常都入耳嘅，做入耳设计。唔系，佢呢个就唔系。系啦，首先扣住佢咯，但系相对嚟讲咁样就会戴上嚟舒服啲添，冇咁辛苦。我另外另外，其实嗰啲耳机通常都跟个盒仔嘅，佢而家都有跟，系啊，佢而家都跟个充电嘅盒仔嘅，系啊，你当然啦，唔好期待佢真系嗰句啦，唔好期待佢睇啲声几靓啦，反正有蓝牙耳机，佢啲声同平时嗰个一样嘅啫。蓝牙耳机本身你已经声你就已经唔靓嘅，仲要期待，你仲要佢靓靓声，你都傻咗啊！你我觉得系呢一个时间唔靓啫，佢都讲到明系个 future 嚟嘅时候，我觉得佢迟早都会越嚟越做得好嘅。嗯，期待啦。咁就仲买 Apple Watch， Apple Watch 第二代主要防水性能加强，同埋佢话可以游水。
其实咧，同埋更新咗第一代嘅 chips， 呢个系可以睇一睇嘅。嗱，佢话可以游水，但我唔知佢，因为实际上未知，但系应该系只可以游水、实测下心跳，同埋加 GPS 功能。你又唔需整到好夸张嘅，佢单独，佢话 R&D 嗰阵喺个洗衣机度搞咗两三个月，佢成扎表喺摆落个洗衣机嗰度搞嚟测试，佢话啲好勤力嘅 swimmer。是咪可以 keep 住戴部戴呢隻表戴長年？因為主要嚟游水測心跳測距離啊嘛。因為而家你如果要游水用，我唔知道，因為嗱補充更正啊，補充就係補充就係，因為我仲話防水50米，但我唔知佢係咪真係可以喺水裏面十米，我唔知係咪佢真係可以游水測埋心跳。因為你而家如果喺游水測埋心跳嘅話咧，依3000蚊價錢抵到爛嘅，因為你其他牌子要喺游水，所以鐵人錶啊。即系加面7173几嗰只咧，铁人你同时喺水测心跳咧，這个价钱系走唔甩嘅。因为你喺水面，你平时测个心跳同埋水测心跳，即系测脉搏啦。因为你隔住水，你要接触皮肤测得准确嘅脉搏咧，其实需要几高技术嘅。如果测到水底心率咧，這个价钱绝对抵玩嘅。佢冇讲实咯，系啦，睇下都只不过系话防水啫，同埋即系。你都知 Apple 啲嘢佢唔讲就係冇㗎啦。係啊，你未必冇咁讲。Apple 经常性就係咩，佢唔讲只不过係叫做咩费事你告我。有嘅即係好简单，就係、是、其实Apple Watch 第一代已经防水㗎。但佢唔会强调防水嘅功能，费嚣事。费嚣事俾费嚣事俾告啊，有咩濑咗嘢。但问题就係、是如果你嘅表污糟咗，我啱就係、是、如果问佢嘅天才巴啲员工，即係 Apple Watch 污糟点做，佢就话拆出嚟洗囉。用清水洗咯，系啊，系咁嘅咋？因为 Apple Watch 嘅生活防水啊嘛，好似佢唔系真系，佢咪即系有认证嘅，佢唔系 I68 嗰只，佢抌个洗衣机转嗰只，但系基本即系家庭啊、落雨啊、汗啊啲嘢完全冇问题嘅。如果唔系点做运动啊？黐线，系咯，呢个 Apple 佢好 Apple 好小心嘅，佢有啲功能咧系佢唔讲俾你知，其实摆咗喺度，佢唔讲俾你知，废 Q 事件啦，我强调啲功能拉咗你之后告咗一副。美国最兴嘅，佢唔强调嘅嘢，其实系应该要当冇嘅。系、有你执到嘅，系嘅。其实 iPhone 6同埋6 Plus 咧，系嘅防水能力几强嘅。佢做咗啲佢喺啲边位啊，加咗啲防水胶咧，其实系防水层系有一定防水程度嘅。即系未至于话佢抌落去洗衣机度啊，揈嚟揈去，或者抌落一米咗嗰啲啊。但一般嚟讲，你落雨啊、狂风暴雨咧、冲落去咧，佢唔怕嘅。依样佢防水能力好过以前啲机好多嘅。但佢唔会话俾知防水囉，废 Q 事俾告，即係有佢囉，废你事告啊。係。咁仲有咩呢，今次冇一层。Mario 唔讲啦， Mario 出层。冇讲。冇讲。戆鸠垃圾。係啊。咁大家知道出咗只 Mario 就算啦，呢啲就。都系一个消息嚟嘅，都系一个消息。有冇嘢讲 ?PS? 主要出部新机，又系所谓支援 4K 只不过支援 4K 影片，即系话你睇片得，但系玩游戏依然系咁啊，梗系啦，你都知道佢咁中价嘅嘢系唔可能 support 到 4K 六廿格噶啦，好黐线啦，净系张卡得4-5千啦，大佬。但唔系话 Blu-ray 都唔得咩 ？Blu-ray 得，睇片得咯，4K 都可以 support 4K 嘅 Blu-ray， 即系Blu-ray 同埋要 download 啲片就得 Netflix 4K 咯。但你要 download 4K 又唔会，你500 Mbps 宽频抢得好快嘅，第一次咪点讲？500 Mbps 1000 Mbps 宽频嗰啲，你唔系呢个 device 嘅门槛啦，即系未必有 device 去。4K 电视机嘅 device 咯，4K 电视机再加呢嚿嘢咯。啊、你睇 Netflix 咁，佢有 Ultra HD 嘅咁。屌咁 4K 电视机好多直接都有装。可以装个 Netflix 嘅 app 啦，我使鬼要，我使鬼要通过部 PS4 咩？四 K mon 咯，咁咪啊！屌真系，诶唔紧要，诶唔紧要，唔紧要。佢今次其实主要系劲咗在佢将 GPU 系 support HDR 嘅，即系佢高反光嘅。佢嗰啲 game 嚟緊會即係啲畫面係冇咁外版囉，佢啲光源反差會比普通版強咗囉。嗯。Outer Dende 其實真係唔係爭好遠，好老實講。佢成個 Pro 就係 for 呢一樣嘢。對我嚟講呢就而家暫時咁呢就係啦。
16号有机啦，第一批。由于我本身我喺个电我手机台咧，十月就到期，所以佢今日好快手嚟。iPhone 7 9月16号翻货第一批，香港就香港同台湾，仲要台湾系第首发有嘅国家。咁就等佢送机嚟啦，睇下有冇睇下我嗰个数字台有冇咁快手啦，因为数字台我已经摆出个态度就系、是。你唔早啲俾部机我就唔再续约噶啦。咁讲真，我又唔急住换嘅今次，我咪仲去买散机咯。咁你唔俾我，我转去司机啊，或者系死马通嗰啲咯。咁系啊，始终今次部机又唔系同6S 争咁。真系好夹啊！咪咯，又唔系。因为依传闻就系佢好多新嘅镜面技术又。以前六同 Five S 真系天同地。因为而家传闻就话佢下年先会用新嘅LCD 技术啊嘛，因为今年个技术未成熟，佢惊住一出奶嘢，所以佢宁愿等下年，所以今年就压后。系真系。明白嘅呢样嘢，讲真就系，与其你用啲唔成熟技术奶嘢，即系嚟为爆炸中啦。总之真系好唔吸引咯，同埋下年话晒都系十周年，十周年会新嘢嘅，吓佢应该啲嘢劲好多。但我换机啦，因为我对我嚟讲，我部 iPhone 6已开始有少少啲旧电开始呱呱地。哦，整咗几次，唔系我唔单止旧电嘅问题，我系个芒系成日会闪，仲大镬啲。好啦，咁就冇大致上咁就PS4 Pro 都真係唔係話真係好吸引囉。冇講真，我用開4嘅時候，咁佢又淨係 GPU 加強咗，佢 RAM 連 RAM 都冇加強，佢都係得 8GB RAM， 佢仲要賣3100多元嘅時候，我真係要再諗清楚啲囉。好啦，咁呢其实大致上都已经比较落去咗，讲咗大半时间，好啦，系咁咁样，系咁讲，系咁讲两，讲套动画到等大家知道呢度系讲动画嘅节目啦，喧宾夺主啊，因为就系连选举都讲埋，因为唔系选举冇乜好讲嘅，嘥气啦。咁要揾套你有睇嘅嚟讲，你讲咯，因为超人幻想已经 cut 咗噶啦嘛 ，cut 咗，咁我系啦，等下套喂，啊头期啦，有睇噶，有睇嘅，虽然唔好戏，有睇嘅啊。咁你搵套你真係有睇嘅。唔係有睇呀，好戲睇㗎嘛，但有睇嘅。ok， 喂咁呢套真係，喂講真，我唔覺得可以拎嚟做一集嘅節目。唔緊要啦，已經做我搵嗰大半集啦，而家主要係咁。咁呢一套係大超心啦，監督啦，咁佢都係屬於 Killala 系嘅四格嚟嘅。佢係咪四格呢？講真。我覺得佢成個節奏又唔係真係咁四格嘅啫，同埋即係本質上佢都係難民番囉，佢都係近嗰一邊嘅嘢囉。不過相比其他難民番嗰樣，起碼就叫做咩，即係叫搵追求幸福啦，係咪？我就係最唔鍾意佢呢一樣嘢啦，我就係睇難民番，我就係要鍾意佢係好漫無目的咁樣行戲㗎嘛。咁佢即係又要幫啲角色諗一個目標去即係慢慢咁達成嘅時候，我覺得佢好違反咗我對難民番嘅期望囉。咁但係整體嚟講，佢都係偏向難民番個尾嘅。咁就同埋佢同難民番有好好唔同嘅分別，就係佢啲女角係有好明顯嘅，即係唔係咁 average 嘅，即係唔係話求其搵几个靓妹得意啲咁样，啲性格搞笑啲咁样就可以砌到一套男人翻。佢唔系嘅，佢系呢度特登咧就要砌到佢嗰个世界观系话佢嗰间学校又唔知咩学校嚟嘅，需要你名校嚟嘅，咁就好难考嘅。但系就有啲好无厘啦间嘅废柴。啲好好即係 BMP 學生咁就中咗入去，咁係咩原因呢？就是、因為呢一班咁嘅學生呢，就係話好不幸嘅學生喎，咁嘅咁呢唔係呢個唔重要呢個砌一個佢呢就特登聚集埋呢啲好不幸嘅學生又砌一班出嚟呢，咁嚟令到佢哋即係過住幸福嘅高中生活咁樣啦。我覺得呢個係唔重要嘅，呢啲設定係唔重要，純粹即係一橋噏嘅啫嘛，噏嘅啫呢啲嘢。咁佢就係噏多咗呢啲畫蛇添足嘅嘢，咁我咪有啲唔係太鍾意囉。即係睇難民番嘅樂趣就係要好近距離
用神视点去睇啲女学生嘅日常啊嘛，呢、這个先系呢个先系个乐趣嚟噶嘛。咁啊特登揾啲系即系问题儿童，咁再俾个神视点我睇，我觉得系冇咁有趣咯，即系。即系你够可以整个庇护工场嘅日常咁样噶，咁、但系即系去到咁样，我唔觉得似睇蜡瓶花啦，我似睇啲社会剧咁样啦，啊，咁喺呢一方面，我觉得佢就系做得唔够平庸，咁样讲呢啲说话真系好吓人憎，系啊，呢个嘢因为作为一个蜡瓶花嚟讲咯。佢想讲佢想有啲嘢讲，但我觉得佢好佢其实佢就冇啲嘢讲，佢又摸唔到重点。但话佢冇嘢讲，佢好似有啲嘢想讲，如果就有就唔其实冇就多唔多，你又佢又想好似有啲懒系有啲要有啲主题啊，有啲剧情咁讲，但系又摸唔到重点。好啦，当你蜡瓶花完全唔用脑嘅，你又唔系嗰下先，你想即系讲你想点啫？唔系我唔好明，系唔够漫无目的，系啦，唔够气。呢个真系我啦好。好唔鍾意呢套作品嘅一个位嚟嘅，咁不过即係调返转讲，你又可以话係佢嘅特色嘅啊，咁但係佢呢一种特色我就唔係太受啦，咁讲真即係冇，始终都系冇剧情嘅吓，佢只不过真係佢经历住一开学啊，跟住又开始上下堂啊，又有考试啊，又放下暑假，又有学完制啊，咁样经历完一大段嘢，班友仔好似开心咗、啊，好似冇一开始咁颓咁咯。佢嗰啲女角，即系佢话好不幸啦、啊，咁但系佢嗰啲不幸其实都系属性嚟嘅啫，即系可能呢个先唔重要，就系典型嗰啲。夹硬去俾啲嘢佢不幸，夹硬啦，即系话唔见，即系体弱多病咁样，又系不幸嘅，即系行路打肚痛又属于不幸嘅、跟住仲有乜鬼嘢？就哇，老痴同埋呢个、女烂都系不幸嘅啊！咁总之就系喺呢啲位入加啲完全唔萌嘅属性俾佢哋咯，即系女烂好萌啊！我完全 feel 唔到。绝望先生咁样咯，吓吓咁样咯，系佢呢套又唔系话真系好似绝望先生嘅，因为绝望先生嗰啲系求其 set 一堆人出嚟嘅啫，咁佢实际上系讲我对乜乜乜绝望啦噶嘛，个核心系觅色望，我对乜乜乜绝望，佢要搵啲嘢讽刺嘅，咁嚟到呢一度。其实又真系一啲都唔重要咯，真系唔重要。即系呢套嘢其实有啲嘅夹硬嚟，虽然佢想讲啲嘢之后啦，点样喺搵寻找幸福问题就系、是、你本身嗰啲属性期，我唔觉得几不幸，结果又变成咗就系、是、你一班女女开开心心咁样，咩属性？你真系属性就系家家走有情有义咁样开心咯。算咯，你唔好拉佢，你想要讲嘢，但又你又明知道你呢个剧本由整个架构嚟讲都好难讲啲有重心嘅嘢，做啲两面三刀嘅嘢，咁咪好幸福咯，系咪？所以即系有啲少叫做咩？想懒系有扮嘢，咪你根本冇条件扮嘢先。佢又冇扮过嘢嘅，想咪先讲想佢想讲啲嘢，但系问题就系你冇呢个条件，就算 cancel 咗啦。佢叫做即系喺个公式里边加一啲违反个公式嘅嘢咁样咯。所以喺呢一方面，我唔系太受啦，同埋即系佢女角方面五个女角我。唔觉得多又唔觉得少啦，咁、当然即係睇惯蜡瓶花都係鍾意四个嘅，咁、但係近年都有唔少係去到五个啦，咁、即係一对八合，跟住另一边又玩三 P 咁都冇问题嘅，咁佢八合嗰边就 OK 嘅嗰两个，因为佢都即係青梅竹马嚟啦，咁佢哋由细玩到大，咁中又遇咗啲事啦，又即係变成佢哋依家咁嘅样，亦都同佢哋細个某啲小情小趣嘢有关啦，咁即係都算闪嘅，同埋佢哋两个即係一个傲娇一个冷娇咁样夹起上嚟都仲 ok 囉、都叫得意嘅，咁但係即係比较主角嗰三个即係
白痴笨蛋阿安咧，阿恒咧，佢新人嚟，其实呢几个都除咗安野希世濑之外，咁、单纯白痴咯，然后。然后长毛跟住只眼好似思路嗰个，叫琉璃，又唔系太有特别咯，咁即系冇话一啲好抢眼嘅咁属性啦。跟住安野希世濑配嗰个大小姐就好单纯嘅，即系行行企企咁样个属性又无聊，即系呢三个人嘅化学作用真係零囉。安野希世乃就真係、真係我覺得佢係等咗好耐，都捱呢兩年佢工作真係接多咗囉。多咗囉。對，因為其實我係其實主要就係因為女武神。唔係女武神，唔關女武神。佢更早少啲嘅女武神，之前佢係開始已經接工咗，例如話全妖府裏面啦，周子。或者係不興亞女友。不興亞女友。都係佢嘅。不興亞女友咁樣。因为佢系即系题外岔开，因为套嘢其实太冇嘢讲，太冇嘢讲。就系、是、佢喺 Number Six 里面初出道，佢配女主角，其实严格嚟讲，佢嘢唔需要女主角嘅，一个路人啫。佢系负责父咯，一个第三一个女角，即系负责父嘅角色，一个女角咯，总之就一个女角咯。当时我觉得佢有潜质嘅，但系唔知点解嗰时就可能系事务所问题定咩问题啦，咁就沉咗段时间，跟住走翻出嚟。佢令我有佢有啲似佐仓绫音，就系、是、初出。不过佐仓绫音仲要惨啲，佐仓绫音唔系佢梦食爱你系好难，梦食爱你系一个恶梦。咁佢嗰套第一套俾佢做主角啊嘛，但系佢之后其实已经系好快，已经系好多其他。梦食应该讲就系佐仓绫音喺梦食爱你系濑咗嘢嘅，甚至系反而咧就嗰套嘢爆咗埋嘢可以出嚟。但系喺安野希世濑 number six 其实佢表现唔错嘅，始终都系面码喺度爆出。但系佢嗰套但系喺number six 上面，始终嗰套嘢系真系叫 BL 翻。老实讲，咁女角唔重要嘅，机会嘅佢好多佢力捧噶。安野希世濑比，所以安野希世濑咪就系佢就走多，佢又有啲似咗就系初出道但系又执，喂佢沉咗段时间又出翻嚟。佐藤因为沉咗段时间嘅，俾人掟嗰阵事务所重新练嗰只嚟嘅。我唔系太过，有啊，我觉得佢 keep 住都系，嗱佢喺好多角色，佢梦食爱你之后，其实系一段时间系突然唔知去咗边嘅，系起码停咗半年时间先至再翻出嚟嘅，至少半年。我唔系好觉，我觉啊，我系突然间，我听咦唔好觉，跟住咦又见到呢个名啦，安野希世濑就好明显嘅，有成年时间唔见咗佢嘅，但跟住出翻嚟之后，佢开始有慢慢接工作，稳定地取得一席位啦，好典型地唔觉佢做下上咗位嗰啲女星优嚟嘅。你讲边个啊？安野。又唔算，佢系嗰啲唔觉唔觉，你又觉得佢已经走定市场，又做一个中间升。我都系靠 Marcos Delta 上位嘅。冇，我觉得佢系不起眼女友上位嘅，我都系更早啲嘅。系，我觉得未到上位咯。但系始终嗰套都唔系一套，始终嗰套都唔系一套话叫做系点讲啊？战略性嘅作品。安野其实就你 Delta， 你揀嗰啲人真係揀个度过㗎嘛。咁大个配套又有唱歌又有性。第一套嘢要佢系超級。所以你问我都系觉得。第一套嘢拍到 Delta 先至叫做而家上到二线。但呢套嘢拍得好闷嘅。买佢拍四但买歌嘛。呢套嘢好闷。啲歌。一套唔系缺点。唔系因为唔系拍得烂系拍得闷。闷系惨我咪烂嘅。以我标准大家听我讲嘅我就讲咁多年都知道。我都。我咁讲嘅，烂嘅起码都闹一门，我真唔知有乜。你问我都系咁讲。好啦，就今个礼拜差唔多嘅，因为俾我讲。总之就系套嘢，即系作为一套烂文番，系好冇嗰种心思思想睇下一集嗰种感觉咯。即系你而家睇 New Game 唔同噶嘛，即系 New Game 啲女啊，又会得意啲，有特色啲咁。想追落去咯。即系做啲，即系佢哋做啲嘢又会夸张啲咁样，你会即系佢更加讨好啊，应该咁讲啲角色会，即系系好直接咁样去讨，系隔住个 mon 嚟讨好观众嘅。咁但系呢一套又唔会话有啲好呢啲咁嘅劇情，佢反而係近返似笨叉咁樣做好多啲劣等生，即係返學都會搞好好好理氣嘅嘢。咁反而佢冇咗咁難民返嗰種好閒好悠閒嗰種感覺囉。所以都即係去到今時今日先走嚟講呢套嘢，同埋街外边、出边都冇人讲呢套嘢，咁都好证明咗套嘢嘅质素去到点样噶啦。OK 啦，
咁大致今日冇好讲啦，下个礼拜我可能会讲，应该会讲下诶战队即系四千回，又是入周年四千回，二千回，唔知二千回四千回唔鬼记得啦，好二千回就系、是、诶、海贼战队归来嘅，归嚟海贼战队就继续系好抢戏嘅海贼战队系列，但我都有啲嘢吸收下。OK 啦，好啊，今日拜，今个礼拜冇乜嘢啦，下个听日就乜鬼嘢？光辉岁月一九八八。OK， 咁你冇揾埋阿郑捞嚟做嘉宾啊？我唔知佢哋揾咗佢哋有嘉宾嘅，有制作群嘅嘉宾嘅，咁好简单就可能会系有郑捞啊咁样啦，大家期待一下啦。咁听晚大家嘢讲啦 OK 啦，好，好，咁听晚大家留意一下啦，拜拜，拜拜。